高高高，起床了，早安早安，把我给打包给，为什么它长得不一样？哦，你是马铃薯，potato，so ga，你们什么时候才要长出来啊？我已经种你们好久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你们长出东西了。今天是村长的生日，我们该帮村长准备一些东西。先把韭菜丢进去，这根本是万能箱啊，什么东西都能够丢进去。我现在有1200块，这边好像有一些东西可以捡哦。这是什么？史莱姆？嗨，我可以耕你吗？我可以，啊这样不行哎，我可以把路边的那个樱花树给砍掉吗？好恐怖哦，不行。送花给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花吧？不是吧？我看看。也要找得到花啊！天哪，这里的花都跑去哪了？Hello，花德，我只是想在路边，这是什么？狗便便吗？可以捡来送给村长吗？话说村长在哪里啊？后面有一条小密道哦。不是，只是绕到啊，原来就在这里哦。结果就在隔壁。我们先进去看好了。我们把那个绿色的小苹果送给他。哎呦，这里给我一种有点恶心的感觉。天啊，这是恐怖游戏吧？你没有听见音乐声吗？What？Okay，that was creepy. Okay. 我刚有看到东西，你们有看到对不对？我可以拿走吗？不行，也没有办法拿这个。Okay, fine. 这是那个小家伙的家吧？哇哦，这又是什么？又是音乐声？地下室吗？好，我要出去了。这个地方非常的诡异，我等下会不会找不到出口？不会吧？呀呀，出口还在，出口还在。这纸可以看吗？哦，我刚刚那是防御。OK，OK，okay. Okay, 我要离开了，我要离开了。出门了，出门了。的确看到一点奇怪的东西，可是。并没有什么互动的作用，依然没有捡到花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哦，有新的公告，Help wanted, looking for a handsome young man，寻找一个英俊又帅气的男人，就是我，to build me a red mushroom，去帮我建造一个红色香菇。What？Helly？哦，Helly？哈？225G on delivery. Helly will be pleased. Helly 就是那个金发妹子。好，我们去找找看 Helly。走。Helly 10点会不会在喷水池啊？我们去喷水池找找看他好了。我们接了他的委托，接了他的任务，是花。OK，这样我就可以送对的东西。欸，他不在家。不对，这不是他的家，我好像把他当成游民来着的。我带给他红香菇，是不是？Damn，哪来的红香菇啊？哦，对不起，你想砍我吗 ？I'm taking a break from house credit。啊，我现在正在休息哈，那就慢慢休息哦。嘿，德内，哎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怎么了？Hello。The weather's interesting today, don't you think? 今天的天气很有趣，你不觉得吗？What? Sorry，怎么了？我可以跟你谈谈心啊，佩妮老师。我可以送你一朵花，让你心情开心一点。Thanks，this look nice。它感觉起来不错。怎么了吗？心情上是，
Oh, hi, hi, hey. My sister is weird. It's so weird. 我姐姐很奇怪，很诡异。Sometimes I wonder if we're actually related. 有时候我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就是姐妹。OK，我刚刚的花送给 Penny 老师，不如送给你这个好了。That's such a stupid gift. 可是。那是马铃薯还是，就的，那个，好了，拜拜。好吗？这边还有一朵花，等等等等我啊，等等我，有花了有花了，你跑去哪里？小朵吗的？还是去喷水池吗？也许，我们去喷水池找他。他跑走了，有了，来给你。You've already given Holly a gift today。不，我今天拿我给他，好吧？我们去找村长好了，今天是他生日。Hi，医生，我不是要攻击你。Hi，医生。I'm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. I don't have enough patience. I'm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。哦，他今天没有病人，好哦。嗨，村长！我怎么见了人都想砍？I've been mayor of Pelican Town for over 20 years。我在这里当了20年的村长了。OK，听说你今天生日对不对？来，给你朵花。Oh，birthday gift，一个生日礼物。Thank you，不客气。No one ever runs against me when it's time for Alison。L，不太会念这个字。I like to think that is mean I'm doing my job well。哦，他说他觉得他的工作做得不错。I like being mayor，我喜欢当市长。好啊，好哦。所以今天是你生日，对不对？这样子而已吗？没有什么特别的祭典啊之类的。生日哎，看一下哦，我跟你的感情有没有变好？有哎，糟了，我对村长的感情跟 Emily 不相上下了。Penny 老师也不错，我觉得其实 Penny 老师在这个游戏里面蛮好看的。你是在等着谁吗，村长？你这样子一个人在这里，感觉起来挺孤单的。我发现我就是一个在路上闲晃的无聊男子，其实蛮恐怖的。我应该被列为就是社区里面危险人士之类的吧？带着刀那边跑来跑去。我今天想要去，想要去洞窟，想去洞窟 PK，就是跟怪物 PK，好像可以采到一些东西吧。所以我们今天往洞窟里面去，也许可以遇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啊。我到现在还没看过怪物，是朵花，捡起来，见到人就送，接纳村长是不是？可是村长不是单身啦，村长已经结婚了。虽然我没有看过他的太太，等一下，对耶，我没有看过他的太太，所以代表我有机可，我有机可乘吗？好，我们试试看。下午2点嘞，嗨，我还是没有看到 Sam 跟塞巴斯汀，他们两个最近处得很好，心情有点不开心。这个果子，这边有棕色香菇，这个是红色香菇吗？我要怎么进去啊？可以钻进去吗？Nope，我没有办法钻进去。好吧，那我就要去挖矿了。下午3点，嗨，黑人，他们那个家里好像有一些什么望远镜啊之类的东西，是在这里吗？好远哦。对，是在这里。这边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石头，颜色 bling bling 的。他东西重生嘞，酷！马上就找到了，我捡到了一块铜。这种奇怪颜色是不是比较有几率会出现铜啊？包包已经买，what？那木头我不要了。这样子应该可以。好，继续。今天当矿工、矿坑、矿工。这个是不是会有石头？
好像有颜色的才会有几率，是这样子吗？我拿到一点煤炭，一咻一咻，它会消耗体力耶。那么往下走啊，一直在这一层干嘛？对不对？有怪啊！哦，出现了奇怪的东西。哦，包包满了，就懂吗得？怎么办啊？我身上带太多东西了，那我不要石头啊，我要石头做什么？我拿到了 topaz，不知道是什么矿物，感觉起来很厉害。石头我不要了。哦，有怪物哎，是史莱姆吗？哦，我不知道你会用跳的。哇！哦，关厕所，关厕所，关厕所！哇！哇，石头初级很重要哦，那我们就只好拿石头喽。这些都是钱哎，我的妈呀！把，这个吃掉好了，我可以吃掉吗？吃不掉。嗯，早知道来的时候就少带一些东西了。好了，花先丢掉，石头很重要是不是？那我们就把它给吸回来吧。我觉得身上的东西太多了。我们应该准备我们今天要用到的东西就好了。拿到了一点 copper 铜，对，我需要一个强力的包包，需要努力赚钱。已经下午5:40了，又是西莱蒙，嗨西莱蒙，这不会是银吧？我身上已经没有地方放银了。哦，哈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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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它是什么传送阵吗？无敌立场，我还是被点到哎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两条路。先回家好了，先回家了。我身上没有东西可以摆了，消耗一点体力再回家。挖一点石头。为什么有这么多通道啊？把体力消耗消耗。石头石头。一手。这些东西要把它卖掉吗？还是收集起来？还是收集起来在那个、啊，这是什么？又找到了一个奇怪的矿物。好了，回家去了，已经晚上7:40了，在这里时间过得很快。回家回家，不知道那个电梯有什么用。晚上晚上了，回家睡觉去。还有这个小狸猫。之前就注意到了，宝宝，不知道这些矿物可不可以赚钱欸？兔兔说矿坑不用这么早来，感觉出来兔兔已经玩这款游戏玩很久了。我走对路吗？天哪，晚上走错路了。回家回家，我玩了那么久，玩了5-6天，还是没有到。还是没有把这个地图背起来。船长的生日就这么过了，送了他东西之后，我就当矿坑了。找到琥珀前期没有用这个吗？哦，这是什么？神雕侠侣。好，那奇怪的东西丢进去喽，丢进去。九条丢弃啊！刚刚好像有听到石头，好像很有用，对不对？野外，我帮你们浇水了吗？好像没有浇这里有浇过了。那我再去装一点水。哎呦，有了有了，顺便砍一点。等一下，这是石头吗？我刚以为那是木头顺便。
砍一点木头回来好了。要是家里木头都用完了之后，要去哪里找木头啊？哇，这边杂草也很多哎、欸，随便消耗体力好了。哈下，上面有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之后可以，扩建还是做些东西。哎呦，半夜在外面挥镰刀。感觉好恐怖、哦，像是杀人魔一样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找到，我刚刚看到一只兔兔，还是一只松鼠跑出来。哈加，又拿到了更多东西。我总觉得我现在钱很多。我们要收集到2000块，对不对？收集到了2000块就可以，去买包包了。我们就不需要担心这么多了，会让我们的 inventory 轻松一点。哎呦，很没有道理，有草就走不过去。好了好了，睡觉睡觉，已经11点30了，我还在外面砍草，丢，然后马铃薯，丢，睡觉去，把一些东西收一收再睡觉好了。嗯，这边还是有一些东西 ，copper 放进去，嗯，钓竿、镰刀其实都会用到、欸，这四个钓竿其实不会啦。这个早上起来要用，再看看吧，先睡觉再说。Yes， 如果看到地上有蚯蚓，可以用锄头挖。好哦，马铃薯赚80块，矿物赚了80块，然后史莱姆石头，哇，石头其实也不错哎，很多很多钱，赚了283块。